前就平常都会拍嘛，体验一下就是拍别人的感觉这样。那当然在这部戏里面让我追的最辛苦的就是这位男士，而且我觉得我就是在戏里就是他的救命恩人，如果没有我，他在这部戏大概可能只活到第三集之类的。好的，所以厉害就是有没有救到人，有没有追到人，能不能活到最后。你就是我的主管，对，在这里。哎呦，其实我都因为在逃亡的时候没有人信任，所以慢慢的就对他有了信任。OK。然后我们也上了山下来，还差一点在就海上嘛，那时候要报告。对，不能讲，不能讲，不能讲。很多辛苦的故事。难怪出来手接那么紧，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请大家来的手跟下巴。来，站位这边。好，站位这边。来，在下方。来，这边哦，中间。来，中间的下方。一下方，二下方，三。来，中间的上方，来上方有两排。这里哦。上方有两排，中间上方有两排。好，接下来左手边。来，左手边的下方。来，左手边下方，一一视线过去。上方，上方。好，左手边上方。好，再来，来，好，再一张，再一张。好，再一张，再一张。好，再一张。再一张，哪一张？赶快。耶。哦耶，好，来 ，OK， 来，我们上一下我们麦克风。哎，我们是不是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，还有三个为什么站在一起？好的，我在里面呢是演一个过气的老明星。哎，讲完了。哦，我是星二代，我在明星家庭中长大，哎，所以价值观非常混乱的一个角色，叫范小爱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新加坡，我叫陈罗密欧，他是特地来到台湾学挂炉烤鸭。学挂炉烤鸭。那顺便是不是来认识曾志乔在戏里的角色？顺便来认识小爱这个角色，对不对？哎，那讲一下必看的理由是什么？来，新梅姐姐。来，新梅姐必看。每一个小人物呢，为了生活打拼，在工作上或者课业上，难免会碰到挫折，或者有一些利益的诱惑的时候，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。所以这是必看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之一。真的有人性，而且看着会向前行，对不对？找到生命的勇气。也是，以及会有黑暗面的一面。还有黑暗面，好的。我们从中间。再一次，中间再一次，中间再一次。好的，好，接下来的来，从左到右来。好，好，看见没？去上面，一起哦。好，来，就是你的等等。妹妹，等一下。来，中间的，中间上面哦。来，中间上面哦。好，这边，这边。还挑这里。好，右边。来，挑右边。来，没有手势来一张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这边，这边。来，挑边。好 ，OK， 谢谢，好，谢谢。中间还有我们的，来，中间，好，右手边这里，来，右边这边。好，然后我们的左手边，左边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的罗密欧跟我们的小乔。这个组合为什么陈罗密欧明明是烤鸭，但是又跟那个很有仙女有什么关系呢？来，中间，中间。来，来，再问这边。好，来，右手边。来右边，来最右边，来这边下面，谢谢。好，左边再来一张 ，OK。好，好，中间。下方，哎，接下来我们的左边，左边，左下，还有左边的上方。好，那么先请。来这边，这边再一张。哦，好，这边再一张。来这边哦。好的，那我们是不是先单拍？来，我们先单拍一下。来，我们从右边喽。来右手边，来，我们放这里。没有手势。
怎么样 ？OK 啊，你们那边表现 OK 啊。对。来，右手边。来，接下来右手边的上方，接下来中间。中间上方。来，中间。然后还有。这里哦，这里。中间上方。然后我们的左手边。左上方。左边的上方。好的。来，中间这边再说。好，中间这一张，好。来这里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请这样，来，先从右边。来右边。哎，不要走势好吗，姐姐？不要走势，你们三小时都要看戏哦。来这边。是腾升银行的，是总经理到了新加坡之后呢，跟这个特助之间到了我们的亲密。来中间。来中间的上方，来中间上方这边。好，以上。好的，来，我们接下来必看的理由，为何你要看？因为我这边很多秘密，你那边很多秘密，我这边也有很多秘密。哎呦，秘密到底会怎样？对，所以必看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边必看的理由是，这部戏真的花很多钱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看。果然，银行家的代提出来就是花很多钱一定要看。那我们是不是请一定要看的这一两位在上面，自己的名字？所以希望大家八月三十号一定要来锁定，因为还是当当的恭喜，帮大家播出两条线。好，先播台湾线两集，再播新加坡线。来中间，来中间。好，中间。好，在两位的左边中间之后，两个人一起顶了 ，OK， 我们就要定好了。来，一起拍下。OK， 来，我们一定要坚持。来 ，OK。好的，不好意思，你们要 OK， 我们马上要 OK， 因为我们在两位的。开左边下，一起，好，一